行来填的，愿如大海啊。那你要填方程满了，那你要有各种。僧伽札经的梵文是一个术语，意思是连结或联系。一般来说，读诵大乘经典是进藏的六种善行之一，而僧伽札经本身特别说明，若闻此法，当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灭一切罪，烦恼伏羲。读诵这部经，得以保障诵经者获得直到成佛的安乐。此外，凡是听闻僧伽札经者，临命终时，无量诸佛会现身来接引。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一部极具威力的转化经典，是为了让我们尽速契入菩提道。读诵这部经典时，我们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佛陀对我们无比的慈爱。僧伽札经卷一，原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活伽婆在王舍城灵鹫山中，供摩诃比丘僧22000人聚，其名曰会命阿惹乔成如，会命摩诃摩伽略，会命舍利子，会命摩诃迦舍，会命罗侯罗，会命薄俱罗，会命跛陀斯那，会命贤德，会命欢喜德，会命王止，会命须菩提，会命难陀斯那，如是等22000人聚，共菩提萨多、摩诃萨多62000人聚，其名曰弥地利菩提萨多、一切勇菩提萨多、同真德菩提萨多、发心同真菩提萨多、同真贤菩提萨多、无减菩提萨多、文殊师利菩提萨多、普贤菩提萨多、金刚斯那菩提萨多、如是等62000人聚，复有12000天子，其名曰酬阿那天子、跋陀天子、须跋陀天子、悉跋天子、旃檀藏天子、旃檀天子、如是等12000天子聚。复有8000天女，其名曰弥林陀天女、端正天女、八大夷天女、遂德天女、护世天女、有力天女、随善臂天女、如是等8000天女聚。复有8000龙王，其名曰阿波罗罗龙王、伊罗波龙王、提弥罗龙王、居婆娑罗龙王、居婆施利沙龙王、须难陀龙王、须奢屈龙王、伽婆施利沙龙王、如是等8000龙王聚，皆向灵鹫山以世尊所头面礼足，绕佛三匝，
却住一面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世尊演说正法，利益众生。世尊，无量亿天众，无量亿才女，无量亿菩提萨多，无量亿声闻皆悉已及，欲闻正法。世尊，如是大众皆欲闻法，唯愿如来应供等正觉为说妙法，令长夜安稳，断诸业障。尔时世尊赞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哉善哉，一切勇，能为大众请问如来如实之事，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唯然世尊，愿要欲闻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有法门名僧伽吒，若此法门在阎浮提，有人闻者，悉能除灭忤逆罪业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一切勇，与汝意云何？若人闻此法门，福德之具过于一佛福德之具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云何世尊？佛告一切勇：如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若人闻此法门，所得福德亦复如是。一切勇，若人得闻如是法门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不退转，见一切佛，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恶魔不恼，一切圣法皆得成就。一切勇，闻此法者，能知生灭。尔时一切大众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白佛言：世尊，一佛福德有几量也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谛听，一佛功德譬如大海水滴，如阎浮提大地围城，如恒河沙等众生悉作十地菩萨。如是一切十地菩萨所有福德，不如一佛福德之具。一切勇，若人闻此法门，福多于此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尔时一切大众闻是说已，踊跃欢喜，多增福德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众生可要正法？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：一切勇，有二众生可养于法，何等为二？一者，与一切众生其心平等；二者，即闻法已，等为众说，心无希望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何等法得尽菩提？一切勇，可养闻法得尽菩提，常信乐听受大乘法者得尽菩提。尔时人天诸龙才女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可法？愿佛世尊满我所愿。尔时世尊即便微笑，种种色光从口中出，遍照十方，上至梵室，还从顶入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以何因缘如来现此稀有之相？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于此会中，一切众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就一切如来境界，是故佛笑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此会众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
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一切勇，能问如来如是之意。一切勇，以愿甚故。一切勇，乃往过去无数阿僧祇劫，有佛世尊，号曰宝德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一切勇，尔时我作摩那之子，此会众生，诸佛智慧者，往昔之时，昔在路中，我时发愿，如是诸路，我皆令住佛智慧中。时路闻已，寻皆发声言，愿得如是。一切勇，此会大众，因彼善根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，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此法者，寿命几劫？佛言：其人寿命满八十劫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劫以何量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譬如大臣，纵广十二由旬，高三由旬，尘满胡麻，有长寿人过百岁矣，取衣而去。如是城中胡麻悉尽，皆由不尽。一切勇，又如大山，纵广二十五由旬，高十二由旬，有长寿人过一百岁，以轻增薄，一往不知。如是山尽，皆由不尽，是名劫量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发誓愿，尚得如是福德之具，受八十劫，何况于佛法中广修诸行。善男子，若有闻此法门者，所得寿命满八十劫，何况书写读诵之者。一切勇，若有人以尽信心读诵此法门，不多于前九十五劫，自是宿命，六万劫中回转轮王，于现在世人所敬重，刀不能害，毒不能伤，腰骨不重，理命终时得见九十五亿诸佛安慰之言，汝莫怖畏，汝在世时闻僧伽罗法门，九十五亿佛各降其人至其世界，一切勇，况复有人得具足闻如是法门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当听受如是法门，得何福德？佛告一切勇：如恒河沙诸佛如来所有福德，闻是经者所得福德亦不如是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听此法心无疲厌。佛告一切勇：善哉，善哉，汝能如是闻法无厌，我亦如是闻法无厌，况复凡夫心生厌想。一切勇，若有善男子闻此法门生信心者，于千劫中不堕恶道，五十劫中不堕畜生，万二千劫不堕愚痴，万八千劫不生边地，二万劫中身处端正，二万五千劫常得出家，五万劫中作正法王，六万五千劫修行念死。一切勇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无少不善，恶魔不得其变，不入母胎。一切勇，闻此法门者，生生之处九十五阿僧祇劫不堕恶道，于八万劫常得闻持，十万劫离于杀生，九万九千劫离于妄语，一万三千劫离于两舌。一切勇，如是法门难执难闻。尔时
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白薄言：世尊，谤此法者其罪多少？佛告一切勇，其罪甚多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薄言：世尊，得几数罪？佛告一切勇：莫问此事。善男子，若有于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起于恶心，若有谤者，罪多于彼。一切勇，若于大乘起恼心者，如彼众生被烧焦燃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薄言：世尊，如是众生云何可救？佛告一切勇：譬如有人刀断其头，使医治之，涂以石蜜，酥油诸药，以用涂之。一切勇：于汝亦云何？如是众生还可活否？一切勇白薄：不也，世尊。一切勇：又如有人刀害不断，若得良医治之，则忏比人忏矣，知其大苦，我今之矣，更不复作恶不善业。一切勇：若善男子念不失时，亦不如是，离一切恶，及诸善法，诸善具足。譬如死尸，父母忧愁啼泣，不能救护；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不能自立，不能利他，无依父母。如是如是，一切勇，彼诸众生临死之时，无所依止。一切勇，无疑众生有二种，何等为二？一者作不善业，二者毁谤正法。如是二人临死之时，无依止处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彼谤法者生何道中？佛告一切勇：谤法之人入大地狱，在大教唤地狱亦皆受苦，众合地狱亦皆受苦，烧燃地狱亦皆受苦，大烧燃地狱亦皆受苦，黑神地狱亦皆受苦，阿鼻地狱亦皆受苦，毛树地狱亦皆受苦，猴猴地狱亦皆受苦。一切勇，谤法众生于此八大地狱满足八劫，受大苦恼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大苦大苦，我不能闻。尔时世尊而说颂曰：何故不能闻？此语甚可怖。地狱为大苦，众生受苦痛，若造善业者，则有乐果报；若造不善业，则受于苦报。生则有死苦，又被苦所缚。凡夫常受苦，无有少乐时。智慧人为乐，能意念诸佛，信清净大乘，不堕于恶道。如是一切勇，本业得果报，作业时虽少，得无边果报；种子时虽少，得无量果实。植种佛福田，能生果实处，智者得安乐。要于诸佛法，远离于恶道，修行诸善法。若以一毫物，用布施诸佛，八十千劫中，具布具财宝，随所受身处，常念行布施，如是一切勇，施佛得福身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陀言：世尊，云何修佛智慧？云何闻此法门，增长善根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若有人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诸佛，施诸乐具，若复闻此法门者，所得福德与前正等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
世尊，云何善根满足？尔时，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功德如佛者，当知满足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人功德与如来等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法实善根与如来等。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世尊，何等是法师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流通此法门者，名为法师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闻此法门，得何等福？书写读诵此法门者，得己所福。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于十方面一一方各十二恒河沙诸佛如来，一一如来注释说法满十二劫。若有善男子说此法门，功德与上诸如来等。若有善男子书写此经，四十八恒河沙诸佛如来说其功德不能令尽，况复书写读诵受持。时一切勇菩提萨多问佛言：世尊，若读诵者得己所福。尔时世尊说诵答曰：读诵四句偈，得此最胜福。如八十四恒诸佛所说法，读诵此法门，得如是福德，如是诸功德，言说不能尽。十八亿诸佛注释满一劫，十方一切佛常赞大乘法，善说此法门而无有穷尽，诸佛难值喻，此法亦如是。尔时八十四亿天子至于佛所，合掌顶礼，白佛言：善哉世尊，如是法藏，愿助阎浮提。尔时复有十八千亿尼前子来诣佛所，白佛言：甚也，沙门瞿昙。佛告尼前：如来常胜，汝等住颠倒，云何见汝等胜？汝无胜也。汝等善听，今为利益汝等，为汝等说。凡夫无慧乐，何处得有胜？不知于正道，云何得有胜？我是众生道，以甚深佛眼。尔时尼前子于世尊所心生称慧。尔时帝释捉金刚杵，以手摩之，用礼尼前。时十八千亿诸尼前子惶怖苦恼，悲泣啼哭，如来隐形，令其不见。尔时诸尼前子不见如来，悲泣诵曰：父母及兄弟无能救济者，见旷野大泽，空无人行路，彼处不见水，亦不见树影，亦不见人众，吾伴独受苦，彼受诸苦恼，犹不见如来。时诸尼前从座而起，右膝着地，出大声言：如来哀悯，愿见救济，我等皈依佛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生。
我们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守戒律，多布施。佛告诉我们了，这叫念一下持戒布施，升天之道。对，一个人能够有福报，第一个就是来自守持戒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你就不会堕落三恶道。然后各位又懂得布施，供养三宝，帮助贫穷人，印经，这些都是布施。我看到很多人在布施哦，放生啊，印经啊，要照观世音菩萨圣像，这些都是布施，舍一得万。刚刚我在下面，各位在唱歌，唱歌是不是布施啊？也是个布施，以妙音乐供养三宝，生生世世声相庄严，见者欢喜，很有人缘，音声微妙，言辞和顺啊，在业报差别经写的十种功德啊，用你的声音供养三宝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很喜欢唱诵。所以各位，你用你的声音念诵佛号啊，大悲咒啊，利益众生，那你将来功德很大吧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